钻洞是他的天性啊，有事没事都会找一个小洞往里钻一钻。你看这章鱼哥啊，这又找了个小瓶洞。哎，皮皮哎，虾，你要干嘛？你是不是不甘寂寞？哎呦哎呦！喜欢户外赶海直播的老铁们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。Hello， 帅哥美女们，今天教大家如何吃这个猫眼螺。在吃之前呢，先敲一下壳，然后把它的前盖去掉，然后用竹签插进它肉里，旋转360度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猫眼螺尴尬了，有泥啊！哦，想吃这猫眼螺的双击啊，最后加关注。进来的老板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敲响上面的时候，首先用卡片试一下。都说老板才会双击，你不是老板也装作是一个老板，给我留下一个双击。说呛戏啊，但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啊。只要找到洞了，就往里倒啊，就灌啊，就是给它整满。整满以后，这个杀马蟹也就随之而出啊。此作品设置了权限，只有长得好看的老铁才可以双击，能发大财的老铁才可以评论啊。不信你可以试试哦，记得关注我。这种鱼啊叫凤尾鱼，也叫鞋垫鱼啊，它不光能吃还能当鞋垫用啊，这玩意儿整上行啊，你看这玩意儿挺好啊。不要双击了啊，就天天要天天要的也没人给，有的人都听烦了，记得加个